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新手必入的一款蛋蛋卷。这款蛋蛋卷非常 nice。这款蛋蛋卷的话，最高温度的话可以达到230度，操作起来比较方便，所以说比较容易，直接像我这样子摊压就行了，比较方便。这款蛋蛋卷比较适合日常出行啊之类的，因为比较韩式，所以说比较 nice。 这一款我自己超级喜欢，你们可以因人而异，可以烫得更卷一点，停留时间可以再长一点，我的话差不多到5-6秒就可以了，烫出来的效果就比较自然，比较好看，非常 nice。 太好啦，非常日韩范的一个发型，也可以扎起来哦，你们可以因人而异，这一款推荐，拜拜。